欢迎来到秘书长今天吃什么。那么马上就要过中秋了，然后今天呢有个朋友送来了大闸蟹，今天秘书长就要大快朵颐啦。给螃蟹解绑了，咱们看一看这个螃蟹应该是哪个螃蟹。中秋节前后会更好更美，还蛮鲜的，鲜呢。很鲜很嫩。秘书长今天吃的是大闸蟹，明天要吃什么呢？我明天见。多么优雅。